养生主，庄子。吾生也有涯，而智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矣。已而为之者，殆而已矣。为善无尽明，为恶无尽行。圆都以为经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性，可以养清，可以尽年。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处，肩之所以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以，豁然想然，奏刀豁然，莫不重音。何于桑林之舞，乃重经手之会。文惠君曰：昔善哉，几何至此乎？庖丁试刀对曰：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近乎技矣。使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全牛者，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，臣以神谕而不以目视，观之止而神欲行，亦乎天理。披大细，倒大款，因其固然。几经恳请之未尝，而况大姑乎？良袍岁更刀割也，足袍月更刀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形。彼解者有剑，而刀刃者无后，以无后入有剑，挥挥乎，其余游刃必有余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形。虽然美至于足，吾见其难为，处然为戒，事为止，行为迟，动刀甚为，豁然以解，如土为地，提刀而立，谓之四顾，谓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文惠君曰：善哉，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公文轩见幼师而惊曰：是何人也？呜呼，介也！天与其人与？曰：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，是使独也。人之貌有余也，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则至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，不其序乎繁中，神虽旺，不善也。老聃子，禽亦吊之，三毫而出。弟子曰：非夫子之有也？曰：然。然则吊焉若此，可乎？曰：然。时也，吾以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想吾入而吊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
子，少者哭之如哭其母，彼其所以会之，必有不其言而言，不其哭而哭者，是顿天背情，忘其所受。古者谓之顿天之行，是来夫子始也，是去夫子顺也，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。古者谓是地之玄解，知穷于维心，或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